金疙瘩。哎呀，哎呀，要赚一个发大财了，真是！哎呀，哎呀，找找找找找！保安，保安，救我！救我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老婆被人家勒个蛇皮袋打晕套走了。什么？光天化日竟然有这种事情？那个人牛高马大的，我打不过他。行，你放心，你先去村委会报警，我等下来处理这件事。一定要把我老婆救回来。哈，那么嚣张，敢在我们村干这种事情？停车！熄火下车，接受检查。什么车呀？怎么没有见过呀？哦，我是隔壁村的。隔壁村？对。你把四个车门全部打开，全部人下车，让我检查。检查完了你再走。办什么事啊？啊，干嘛要打开啊？我就跟你说吧，今天我们村出现了大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有个男的，他老婆呀被人套走了。哎呀，那么严重的事情啊！人高马大的，我看你也挺像他们。哎呀，别乱说啊！啊，那我可不是那种人吗？我也没说你是那种人啊，我是说让你把四个车门打开呀。同款保暖衣服和舒适透气裤子，多多好物81410。有什么？有我老婆一个，我们赶着出去。你老婆做胎检的，我是隔壁村那边的。你老婆呀？对呀、啊，也是个女的，人家也是丢个老婆，我检查检查。哎，有什么好查的？你怎么百般阻挠我啊？啊，有什么猫腻？你就通融，放我出去吧。通融？哼，我通融你，等下村长怪罪下来，我可担待不起。拿着磕查，没人看到。你别搞这种，我是正义的保安，我不收贿赂的。我告诉你，赶紧的。嫌少是吧？我也没有嫌少，我是绝对不会收你的贿赂的。你看，借了那么多钱吗？啊？哎，赶紧放我出去。你这个人越来越可疑啊！怎么可疑？你烧了钱，你放我出去就行了，你跟钱过不去啊！啊！我就让你给我检查一下，居然舍得拿那么多钱来贿赂我，不要了，绝对有猫腻！什么猫腻？啊，没有那回事，赶紧让开！你钱也不要，你别动我的刀！我告诉你，站住！你今天不把四个车门让全部人下车，我跟你没完！哎呀，你今天别想走了！哎呀，你这死保安，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！你有这个功夫在这里跟我磨蹭，我早就检查完了。你不会就是刚才那个人说的人贩子吧？我就是人贩子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要是你，识相了，你赶紧滚，不然连你一起做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让我遇见了啊，你乖乖束手就擒，不然我等下把你拉去警察局。哼，口气还挺大，还拉我去警察局。就你这个样子，我分分钟我撂倒你，撂倒我，不费吹灰之力把你干掉。哼，你有本事说这种大话，等下我把你打趴下，我看你还说不说不出这种话。我就看你有几斤几两。哎，动手是吧？来啊！这种小瘪三人贩子啊，丧心病狂！你敢来我们村抓人，你活得不耐烦了。有两招三脚猫功夫，要不跟我混了？哼，一个月给你30万，怎么样？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样子，跟你混，跟你做亡命之徒吗？啊！告诉你听，我就是亡命之徒，看看我活得不是好好的，也不被人捉、啊。不被人抓，你今天就落我手上了，我等下把你抓去送警察局、我看你还怎么嚣张。我里面有10万块钱，你拿着，你放我走。今天这件事情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10万块钱是吧？你这个钱估计也是脏钱，我绝对不会拿。哎呀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那是脏钱？能用就是好钱。我告诉你，拿你这种钱我良心不安，你赶紧的识相点，把人拉下来。妈的，我你拼了。跟我拼了，不把人拉下来是吧？我自己拉，等下你就惨。
居然那么丧心病狂，拿蛇皮袋套人家啊！美女，醒醒！美女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刚才你老公呀，跟我们说你被人套住了，就是这个人贩子。我老公呢？啊，你老公已经去村委会了，这个人贩子被我打趴下了。怪不得刚刚我们两个走在一起。蔡哥，你讲得那么漂亮，我去蹲你好久了。一个人拿袋子套我，原来那个人就是你啊！就是我，你叫他赶紧放了我，不然往后我肯定会报复你们。放了你啊！我命都快搭在你手上了，放了你，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来抓我啊！就当是补偿，这里有10万块。我不需要，我命都快没了，我还要你那个钱啊！你赶紧揪揪保安，今天放我出去。告诉你，放了你是不可能的。今天抓到他，必须让他尝尝法律的馒头。要送我进去，我除了你们两个肯定活不了。哼，你以为我怕你吗？啊，我既然是保安，我就是正义的保安，绝对不会怕你报复我。那你们等着，5年了，我出来还是一条好汉。这个赃官给警察，没错，你5年你还想出来，你这辈子都得待在里边。你等着瞧吧，千万不要放了他。我后面有老板。我还有很多兄弟啊！你们掂量掂量你们自己现在的行为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有老板又怎么样？我就是法。哼，你就是法，你敢那么猖狂？等下你踩缝纫机，你再说吧。美女，你去警察局作证。等着我的报复你们。哼，我才不怕，你记住我，我等着你。记住你们两个，我看你还有没有命出来。走，美女，我们一起去。走。